我要出示，我要怎么给你出示证件？啊，不然你开视讯呢、啊？不然你开视讯呢、啊？你敢不敢啊？你敢不敢开视讯啊？你是不是在机房？敢不敢？你敢不敢啊？我就问你，我就问你敢不敢开视讯呢、欸？敢不敢啊？我就问你敢不敢开视讯啊？啊，我就问你妹，账户是谁的？你就直接讲啊。香港啊，你什么公司专员？啊，他要帮你办事。会等一下，哦，我急死了，因为我一直等了上班。我要出示，我要怎么给你出示证件？啊，不然你开视讯呢、啊？不然你开视讯呢、啊？你敢不敢啊？你敢不敢开视讯啊？你是不是在机房？敢不敢？你敢不敢啊？我就问你，我就问你敢不敢开视讯呢、欸？敢不敢啊？我就问你敢不敢开视讯啊？敢不敢？敢不敢啊？你不用回答。小姐，这个就是诈骗啊！对啊，你有怎样汇钱给他？他不敢、啊。对啊，他根本就不敢、啊。他不敢解释什么啊？我是我客家的老母，要我汇。你客家的老母叫你汇，他有什么原因？我到钱后来帮我转啊，我给他转三十块。你卡顿甲问讲，汇这笔钱是要从哪？阿家入来，阿平阿杰都如果要借钱，安尼嘞？好啊。哦，谢谢，我知影，好，哎，迄不是恁妈妈，是阮先就对啦。哦，迄声啦，加到拢遮响，我都。什么问题？你要汇给谁啊？因为我们现在怕说你是对，你汇我向你讲交代清楚，没问题的。我是我客家的老母，要我汇的。你客家的老母叫你汇，那有什么原因？啊，是讲伊嘛无甲讲什么原因，讲以前那些不知什么鬼啊，什么那类，哎，迄个无交钱，无甲交我转啊。嗯。啊。哎，我甲赚三十万，我咧怀疑讲你平常时同人家啊，雄雄你甲叫对啊，对啊，我唔知来这个开始问清楚。啊，你会啊？啊，还没会？啊，你要先问他问清楚啊。啊，你卡你即马卡伊都问清楚。嗯，啊伊哦，伊都甲你讲，伊那伊甲讲，伊那讲有熟悉无？哦，你来甲讲有。啊，即马就下来。啊，你卡顿敢问嘛？你搞卡顿敢问？他即马就注意啊。你卡顿敢问讲？汇这笔钱是要从哪？阿家入来，阿平阿杰都如果要借钱，安尼嘞？好啊，好，谢，我知影，安尼好。啊，迄不是恁妈妈，是阮先就对啦。哦，迄声啦，加到拢遮响，我都。